从景色啊又开始带动起来，里面的修行者以后百应啊，我就问他们说：“哎呀，你哪有钱好管啊？”他们就说：“每个月单钱1000块呀、啊，那每一回呢累积几个月，有事呢我们就关就捐了啦。”我也是很佩服，这点滴啦，尽其所有。看到我们的医疗事业体，一个个医院的医护同仁，我们的同事、行政同事都一样。总是呢，平常他们也都在呼吁，平常对于病患呐、啊，他们都说。天下会定定有灾难呐、啊，啊，咱若有法度，就多做一寡救人的代志啦。要有钱当啊啦，你若有零用钱呢，可以呢，零散的钱呐、啊，都可以这样的去祈福、花心愿，就这样。在他门诊里也有这点滴累积，需要的时候钱筒呢就可以呢来投入啦，回家啦还会鼓励啦孩子养成啦爱心，家里的人呐、啊、也会从家里的。钱筒也会带来，那就是孩子的爱心。这都是呢，看到有心了、啊，你既然要慕的呢，就是这一份即时爱的虔诚付出啦。这也都是一种给我们。很大的教义，所以我屡次的说，大哉教义，是呀、啊，这是一场很长的教义。很多的国家都说，工业爱停，工啊商啊，这个商店的也要关，那。工业爱停，所以很多人呐、啊，做工的突然间没工作了，这每天都靠着今天的工资来生活。今天没工资，我今天就要挨饿。菲律宾，我们看到了发放大米呢。我感动也很多。这一回要去发红，这如何发？总是呢，去请通行证。这一波呢，是为了安定社会，穷人呐、啊，已经饿了肚子，一旦呢。没有工作做了，穷就会暴动，所以需要呢安定社会，要人人呐、啊、有饭吃。Sa suci po, nagpapasalamat po kami ng marami. Hindi kayo nakakalimot tumulong sa mahihirap. Sa amin po, kahit anong disaster po yung nangyayari, lagi kayong nandyan, helping hand. Maraming salamat po. 他们搬回来的这一包米，可以补贴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啦。他很感恩，人人感恩啦。所以，我们动员啦、阿兵哥，还有呢警察等等啦，一天2个区在发放男众啦，本来都少啦，连对于那个卡车啦要搬下来的米，掐在告一，还有第二部车，时间很紧迫，所以变成了女众了。第一部车女众了，就自己要去搬，看看他们这样的搬啦，好看了吼，真不甘啦。这都是啦，这个时候他们这样的承担啦，他们要发放了差不多将近8万吼。问他说累不累啊？说忝啦，但是吼，师父讲个人事小啦，大众事大；个人事小，大众事大。很多人没得吃，我累一下也甘愿啦。那其中有一位菩萨要投入，家里的人哦是反对，你是要安怎去跟人法啦？这个时候大家呢都禁足在内，而且呢你也没有这样的力气，你怎么去发？就不让他去了。他说啊，我若无去，跟人斗阵啦，大家人拢安尼想。要什么人走了，所以他坚持也要去。所以呢，他的儿子就说：“阿伯，我陪你去看啦。”结果呢，儿子看了，儿子呢也不由自己也投入了。那一天傍晚呢，他跟妈妈说：“哦，明天你们还要再来啦，我。”明天还是要投入，真的，这是举一个例子啦。总是呢，也会感动家人，家人呢也会呢动员起来，来投入帮助。所以只要有爱心，这是爱的效应啊。我们现在需要的，人。把爱凝聚起来，爱的效应不只是自己付出，把你的家里的人、你的亲友，爱心也要呼出来啦。而且呢，虔诚的心也要把它叫醒过来。人呢，在苏醒3寸后内底啦。就是口意稍微改一下。你这么不要吃素哎！你偶尔吃一点素就可以救到一只小动物，然后这样不是很好吗？他们又点头，然后我就我又知道没有笑了，然后我又等下次再讲。30岁到了他就敢讲了，只是有时候有因缘他就讲了的，他很会把握机会的。我们2个都是慈济人。所以出外的时候，家里没有人啊，一定要把它带在身上。我觉得环境对小朋友的影响应该是很大吧。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小动物，你一出生就是有要被宰的命运来吃你你不是很可悲吗？很可怜呢。就算你不吃，它已经被杀好也要端出来了嘛。可是你只要你不要吃它，就少杀一个了嘛。你只要不谈一时的口欲，你就可以分分钟就到一些要被。正准备要被杀的小动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吃素。连小小的孩子都会懂得呢，爱惜物命，要疼惜呢小动物。我们大人呢，只是一个口意啦，牵绊了。我们现在应该呢，换一个。用爱、大爱共伴，用大爱来共办呢，才能消弭灾难。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呼吁啦，呼吁人人提升爱心，多宣导呢恕斋戒啦，表达虔诚啦，上达诸佛菩萨听啦。